接下来体验一下鱼酱酸的制作过程。好好好，先把辣椒切碎，然后再到里面把它剁蓉，然后再拌料。好，我们要切多少啊？这个我们要把那里切完。这个这个啊，可以的。那长寿宴就什么寓意吗？寓意第一就是说，好，大家欢快在一块过明年，可能会来很多客人，我们预计不到的，就是说可能会几十个、一百个、两百个都有。我们最多就是说千人长寿宴，大家一块举起杯，共庆苗年那种高呼那种欢笑声，很喜悦。哎呦啊！太可爱了，不好意思。想进一斤，魂儿都丢了。好可爱，我特别想哭。看着这两只小狗狗打架，我想跟他们一起玩。我们拌鱼酱酸，这是米酒吗？对对对，我们自己弄的。哎，我们先把它拌到里面去。米酒那种感觉。喝米酒。全部倒，再加盐巴、这个花椒，还有秘制些调料，还有小鱼、白酒，搅拌一下，把它搅拌一下，这要搅拌均匀，对吧？搅拌均匀。这是就把它封起来啊？封多久啊？封两个月。制坛就是我们两个月前弄的啊，然后它会过两个月后，它就会像这个一样，我变成那种汤汤水水的感觉。对。好，我们做鱼酱酸汤鱼，拌，再放点，好，鱼啊，然后再加些调料，然后再加些豆芽，这样，好，我们现在起锅。然后我们会把这些菜品全部搬到长桌宴去，你们先去看一看。好，等会儿见。好，等会儿见。拜拜。就是这儿，佳佳度假酒店。你好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。哎。你好。你好，哎，请问这是梁佳佳吗？对。是吗？阿姨你好。你好。我早上见过她，她说这是她家，说我可以来看一看，她在吗？在楼下。在楼下是吗？楼下。好，那您带我去好吗？好，谢谢。那您现在是住在下边？现在我是住在下面。这生意好吗？好。还可以。还可以。祝贺。来。在这儿呢。哎，梁佳，你好，这是梁爸爸。这是我爸爸。您看这唱苗哥，您是情歌对唱男子组第一名啊。对。哇，歌王在这儿呢。是我爸爸。来，我们坐一下吧。好，谢谢。